点了一个 double 珍珠的，真的，我是有人说晚上不喝奶茶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边的珍珠奶茶真的很好吃，然后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珍珠，那个糯叽叽的烧的真好，应该是目前为止我吃到珍珠做的最好的。得给大家报一下，现在北京时间几点了？北京时间。然后现在老板要点一个装备珍珠的珍珠奶茶。然后我还勾搭了对面拍摄的这一位，也来了一杯。我们今天准备回醉回归，我迷恋的是他们家的珍珠，太好吃了，双倍，而且你看到我 double 珍珠的，那奶茶不是很甜，但是这个珍珠烧的真的很好，就是软软糯糯的，好像只有一家店。对的，就在那个八百伴里面，你大家自己找一下，自己去找，有人喝了一口又一口。